最后我直接上一个字卡哦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。详情请见。那如果有点灯牌桌游玩法，游戏规则：每人抽取一些牌，决定一张牌放在桌上，在桌上的牌堆打开，随机一张牌，可以照住上的话题聊天，或者自己决定话题。聊天的过程中，尽量讲出自己桌上的牌，讲出牌上的话，没被其他人抓到即可翻开卡片，可继续从手牌里放另一张牌。其他人若抓错，抓错的人需要补一张到手上，若成功抓到对方，被抓的人需补两张牌到手上，最快把手牌打完的人就获胜。游戏过程中可自由将桌上的牌跟手上的牌交换，也可偷偷将桌面上的牌与手上的牌交换。先从一张开始、啊、对，我们先试玩局，试玩局，试玩局。好，大家抽好一张吧。牌先整理好。好，牌翻开第一张。好，我们打开第一张。是什么？危机就是转机啊。上面写的危机就是转机。想爱、哦、我觉得危机就是转机算不算干话？蛮干话的，你不觉得吗？你没干话，谁我干话？你讲到干话，八零八不会输我。干嘛参与讲老板怎么说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八零八不是有一堆很多啥夸张的一些事情？谁有？譬如说，你举个例子来听听啊。就是，说啊，讲出来。就是你们，我就是要看你解你。我好了好了，其实我觉得是八零八的夸张都是属于他可以自己任性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对吧？这你认同吧？还是你不认同？认同，对嘛？认同，因为老板做嘛，对吧？认同，对不对？可今年是不是不会有那个八零八？今年都已经快过了，对啊，今年应该是明年、啊，那今年已经办完了、啊，你刚办完，你刚应该要问那副牌的，对啊，因为他问讲完了，你刚讲什么？哎、欸，他这张是什么？飞蛾扑火啊？他真的有讲吗？有。没有，大家有听到？我没有没有，我想飞蛾扑火，不行啦，这怎么玩？你能说，哎、欸，我们班。而且我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翻的哦。哎，就是给我卡，给我调画面，给我调。八零八的夸张都是属于，他可以自己任性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对吧？这你认同吧？还是你不认同？认同，对嘛？认同，因为老板做嘛，对吧？认同，对不对？可今年就是不会有那个八零八。今年都已经快过。第二局抽两张，好，抽。抖漏。两张的话，你就必须要决定一张压在桌上，那张才是你要说的。好，人言可畏，桌上这两张，我先看一下我手上两张是什么。人言可畏，刚其实都还蛮可畏的，就像你一进来干嘛？我们要先念那个清单说。列清单说那个、欸、你有没有那个偷钱，有没有少钱啊？有没有放别人进来啊？对吧、啊？你八零八我这么严吗？没有吧？有。好，我过了。哈？怎么啦？怎么啦？怎么啦？列清单，而且我还讲了两次，我说列那个清单，列清单。我们反正我们东西少，就你负责任啊。对。我觉得你没有问题啊，负起责任。反正你们怎么突然变强了？不是五十万弄东西还好，反正你就跟那个戴翔老师讲一下，说你要加薪就好，就是什么。哎，刚我们抄什么？他那时候危机就是转机啊，危机是对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还钱乃三万就没差了，是吗？也过，好，我也过了。你哪有讲完他？有，你说钱乃三万之五，我没差啦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没事了，厉害，就是抽到木城那个四团哲元。那个我这一定会放弃，那先放一张啊，先放一张，我连讲都不讲。如果真的抽那个花钱消灾啊，太出人意表的东西，我真的没办法。你遇到什么事情会花钱消灾？不要再问我了，你问他。我习惯了。哎、欸，什么啦？出人意表。你刚刚有讲话。所以就说你赶快盯着。我们攻他。你们才攻哦，你们是攻。对，我们是攻。你是受，我不是受。那你是默默的。你遇到什么事情会花钱消灾？遇到什么事情啊？跟被挤的时候啊。被挤。你有被挤过吗？这不好说，这不好说。抓这种，对啊，
你要抓什么？你要抓什么？算还是不要？你要讲啊！你要说。怕我怕我怕！我先说，我先不要，不要浪费时间，我先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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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费时间，浪费时间！你这样是贵人相助，你要不要抓我啊？快抓他了你，你这个废物！快，这机会千载难逢，快抓他！千载难逢，我抓，抓，我他已经讲。他你有喊抓？没有没有，我抓我抓，可是我觉得这样算有了，这样算有抓到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好，那这个打出来，这个打出来，然后抓一张，摸两张。可是我没有被抓到。你看到吗？他跪人相助啊，他跪人相助喊很久，我喊很大声，我说你这样像是跪人相助，然后你为什么不抓他？对你完全不想理我，吃完不适应啊。抓了，什么？啊！加两张，再加为什么是两张？因为你也牌被打掉，那等于是说你要再加一张啊。你要多一张嘛？就是你原本这一张，然后因为你被抓，好，我们继续。好，我们继续。我觉得我这次会吃酸的，糟糕。吃啊，没有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蛮甜的。真的吗？嗯，你去问你妈妈看看。你抓我，你抓我，你抓我。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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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抓了，抓了。换出他抓，他说他抓，我抓了。你要抓，来抓。啊，不，哎，没中，没中，好，那对他，你补一张，然后你要加一张，你要加一张，好可怕哦，这玩法是这样玩就对了。哦，我跟你讲，等，你要问你爸你吗？不是啦，我觉得吃热糖的诀窍就是什么？飞蛾扑火。不是飞蛾。你现在就是想超棒的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刚打出去了，是近在眼前的哈。对呀，那。我跟你讲啊，那些话什么都不那个诀窍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。在后面，就是你让他把话好好讲。哎，不是这个游戏这样玩就坏掉了吧？我就近在眼前啊，别留遗憾啊，吃软不吃硬啊，万战高楼平地起啊，关关难过关关过。对啊，木已成舟啊，哎，每个都这样讲。一口气念完所有卡片，如果你背得起来，这比那个这样子有什么好玩的？泰哥，这样有什么好？这么玩，我过了。我刚真的偷偷穿了一件，没有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要。你觉得这样怎么玩？就代表说你是某种责任感或者一些能力啊，要不然，要不然，对不对？你干嘛不讲话？不讲话？那个要不讲？你干嘛不讲话？你不讲话？要不然的偷偷在里面，我觉得很奇怪啦，因为里面的确有这一张没错啦。对，要不然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吗？对，那你要当然啊。对，当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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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把球投给当然，知道吧？对吧？没错吧？是不是快坏掉了？没有人觉得很好笑。你想干嘛？你要抓就抓，我不抓，你不抓，不要抓，对吗？好，我们继续聊嘛。你应该比我大，对不对？我一定比你大。哪边？哪方面？不是我都。我也不想了解你大不大跟我屁事。我哎、欸，你问我的，我都问，我是问年纪啊。哦。因为我29嘛。对啊。你应该比我。你有故事吗？我有九。你有故事吗？我有九。其实我觉得30岁是一个门槛。有时候像宝哥这种情况，我就觉得他是蛮乐观，也对做这些事情，但我不是。所以我会列清单吗？我先过，我先过，我先过。那乐观以对，我先过，我先过。那你会列清单吗？你直接讲列清单。哎，你会不会列清单？我觉得很棒。不会，不会。有种你就过，我让你过。先不。就没有啊，就没有在那边。你以为？哎，不一定哦。我觉得不会。列清单那么多，我觉得没这么。列清单里面有十张。基本牌跟沙散桃一样，就这么多。今天我们这牌的一些玩法跟开箱啦，哦，对，大部分你觉得好玩吗？蛮好玩，虽然我后来没事坐在旁边看，很好玩。我在旁边，那你觉得？我觉得还行，还行嘛，还算有趣。在旁边整个笑到流泪。他可能是除了占卜，还可以像桌游的玩法，蛮适合跟一些会讲干话的朋友一起玩了。那如果说以比如说想要拿他来变魔，我哪会讲干话？你讲干话最多是你好不好？我是说，如果以他想要拿这副牌来变魔术的话呢？
你觉得可能比较适合哪一类的？我不会拿这牌变魔术，要求我，我就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你不会啊，真的，如果你是魔术师，不用买了，你不会拿这变魔术、啊，直接打掉这个市场。对啊，他这段一定会剪掉，一定会。所以我们讲久一点，他这个你如果是魔术师，真的就买这个是不会用的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他一直就这样子，他一直这样子，我们就不要讲了。